阔别四年，星光大道踢馆魔王严艺格再次来马宣传。首次来到槟城的他，更莅临寒江学院，为7月30日在云顶云星剧场举办的《星光传奇》演唱会进行造势活动。严艺格在接受访问时表示，让他感到兴奋的，除了是大马粉丝的热情欢迎之外，这次与粉丝见面，严艺格更带来了4首新歌给大家。好，所以我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歌曲呢，是电影《追婚日记》里面的插曲，叫做《也可以》。然后呢，也有一个就是偶像剧，台湾偶像剧《必娶女人》里面的插曲，叫做《我何必》。然后有个古装剧《青石明月》的插曲，叫做《盔甲》。然后其实上个月我才刚刚推出第四首歌，然后也是一个古装剧，《仙剑云之凡》里面的插曲，叫做《成》。小游戏的增设也为此次的造势活动带来了不少的欢乐。成功挑战的观众将分别获得2016星光传奇演唱会入门票，价值100令吉瑞宝现金礼券，就是令吉 BBQ Plaza 现金礼券及严艺格的亲笔签名海报。在活动上，严艺格也为粉丝们献唱几首歌曲，分别有《我何必》、《盔甲》及《也可以》。陶醉其中的粉丝不仅合唱，更打开白色的闪光灯，将整个场面渲染成一片星海，令他感动不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造势活动的现场也售卖了特别推出的星光合集特别版之歌词记事本，此记事本仅在大马售卖。另外，凡是在现场购买演唱会入门票者，能享有18%的折扣。韩视新闻记者采访报道。